有大金狂怒恐暴龙，没事，充值一下。嚯、哦！你重置了吗？啊，重置了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想说，你没有，我没有开大技，怎么不早点出生？他跑去看书了吧？我应该等一下了，抱歉。没事。啊，对，这边还有三场的机会，可能会再出一次，不要紧张。说好，有人轰龙没大金的吗？应该不太可能，我看一下。问一下，只剩奈斯了啊。有王永仁。好，不用看了。欸、对哦，教主。干嘛？我刚才今天看到暴雪说要将欧达做成动画。嗯？Overwatch 啦，不知道啊。我想说，假的哇！迷你猛牛龙、迷你轰龙、银碎龙。大丈夫ですか？你们不缺猛牛哈？没有。好，那我离开了，应该有机会的。两只迷你。哎、欸，不对了，这个任务没了。嗯。机会呢？机会已经早就消失了，在我接起那任务的那一瞬间，那一时刻。好了，没了，我任务没了。然后换下一个。醉龙，所以地战睡了又有机会出就是了。是吗？地战比较难打，所以机会再更高一点。怎么是轰龙精啊？我睡龙的任务没了，全部接完。我还有五个，
就轰隆迷你，都是叠字啊，都是轰隆啊。风格伴在你左右。啥都没有。又是睡龙迷你。不能来点创新的吗？创意呢？还有三次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开一个蛋卷来吃。我第一次吃到蛋卷里面是包那个、欸、肉松，有吧？哦，你没吃过？我没吃过，这还蛮好吃的、欸。好吃哎、欸，真的好吃。干嘛？虫子。啊，我看一下熊抓鱼啊，睡了没有？然后那天吃了一个包花生粉的，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花生粉的我反而不喜欢。哦，你也吃过？嗯。真接。调查，黑轰迷你有人吗？我看一下。黑轰今天打了，哎呀，奈斯没打，奈斯没打。哦，对耶。你看，我都记得奈斯。今天还在聊天室讲没有打。那开打了，走。还是两个人就好了。四个人一定比两个人快吧？那、啊、那就打吧。我想说。连续狩猎，不然你继续刷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刷到了他们两个，尴尬。安整
我在吃饭，那只白痴猪在那边闹。哎，你怎么飞走了？去哪里？欸，对耶，我把红龙看成黑红了。原来是不想打的部分啊。16营地哦，哎，16营地哦，嗯，我刚想到你们在一号营地下面，我就从一号飞了。啊。可以啊，蚊子跑来挡侧甲是怎样？这样，啊，他后退。
可以抓了。哇哦，爆炸！快乐，对吗？对啊，重置任务不是从任务中归来。你可以重置啊，反正你的小金有了。可不可以更新？好啊，好啊。不演哦，跟边装备，最后一次。看一下这个黑红里面有什么？赤壁级的黑红感觉很有搞头。我是黄怒跟红莲。没有。哇，没有，长火跟爆锤不飞。欸，我打蓄农是要干嘛？里面可能有没有大小金的吧？因为蓄农我有啦。对啊，我蓄农的那个里面会不会有没有大小金？哦，没有啊，雷二蓄农。没有入珊瑚的了。调查已登录。
我睡龙大金。哦，凯瑞，归来。参卷表调查推荐。猫的生物学者。哇哇哇哇哇！空降了，空降了，我空降了。是，人呢？空降了。都到了吗？啊，走，走走走。哦，你拿哦，你拿谁的啊？无眠啊？为什么你的样子不一样？哎、欸啊，你贴皮最后是贴什么？就是睡龙啊！我是说他最后只能贴睡龙。哦。睡起来，睡起来。睡龙睡起来，真的好高，出死帽的捕尸内有没有？哦，如果你要拿那一把，我早知道我换那一把了。马迪。
懂吗？哈哈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在吹，下一个下一个上，下面一位。没有石头啊，目前还没点，刚通过回去换笛子吗？麻烦。好啊，那你要吹那个哦，吉他吧，你要吹那个 buff 给我。哦，那我要先吹一下。这件不是奶装哦，各位，自重哦。好了，我吹好了，你来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因为有怪咖，怪叔叔啊。我到了。我在吹笛子哦。好，嗯，我可以吹这个。我们互吹。好，换我吹这个。那我吹个刀铜强化。完全没有感觉。属性防御大，看一下。路过的，路过的，路过的，这个是路过吹到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力量解放没了。这个刀伊自己喝冰冷锅，我一装 CD， 我一装 CD。中洞非常的生气。哇，左边的精灵王加护东西好多、哦，爸爸 buff。对啊，超长。
睡了。你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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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拍。可以刷了。好。耶，大金。大金。用大金吃大金。五人经理，哦，不是五人经理啊，逢板撞五的经理人，安安早，嗯，哎，收了机会锁，还是会有啦，不要担心，还好，不是游戏跳的都没事，真的，赶快存档，赶快存档，赶快点完它。保存中，我不信，我要自己手动存档。昨天时定也是差不多这时间爆啊。昨天是12:30，那时候在看有一个女生在玩笛子，可是不知道是女生啊，就玩一玩玩到断线啦。10:30，存档是只有我断吗？还是大家都断？对，好像只有你。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休息。哈，还没12:00呢。好了，要不然就继续刷。接下来是谁？水龙之夜，靠，水龙之夜还差一只流斩。那我刚刚应该是带那个笛子才对啊，跟变装的。无眠冰牙，流斩，灭尽跟雷狼。这个高几率出狼哦，出狼啊，出大小金哦。哪一只的、啊？雷狼啊，你是要？朋友，靠你了。听到不断出发的声音，铃铃铃铃。出来了，轰隆大金。好啊。可是马上说他好像没有炸得很酥脆软软的。我们现在吃饭没吃过。你要微波吗？不用不用。你要来挂台吗，妹妹？那他是泡菜跟臭豆腐分开了。泡菜臭豆腐。为什么是泡菜跟臭豆腐？承接任务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我都跟。承接任务。调查。雷狼龙。